呢首歌咧就叫《不再猶豫》。我相信每一個年輕人都經過猶豫的階段，或者甚至乎老一輩的或者中年的都會有猶豫的一刻。咁啊，喺同大家講下，即係猶豫嘅時候，應該猶豫嘅時候猶豫下都唔緊要嘅。信心，斗志却抑止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谁人定我去或留？定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。问句天几高，心中只比天更高。自信打不死。每